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金陵十二星晚戏传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就是水瓶座的代表，在歌唱、影视、饮食多方位发展的 Maria 肥妈。肥妈你好。你好你好你好。其实想问一下你对星座有没有研究呢？没有。对自己的星座有没有少少的信息？我的孙子跟我查的，他说阿嫲你水瓶座的，但是最后一天你又有双鱼座的性格，又有水瓶座的性格的，我说这样就对了，你阿嫲的性格是很难捉摸的，鱼得水啦，双鱼的这个水瓶。不过不要紧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如果给你揀不同颜色的那些珠仔放在玻璃樽里，你会揀什么颜色呢？第一个就是红色，第二个就是蓝色，第三个咧就系黄色，第四个咧就系透明母色嘅。母色，拣透明母色。OK， 咁个答案就揭晓咯，睇下你系咪一个变心指数高定系低嘅人。其实你系一个思想好单纯、好容易受到诱惑嘅性格。我觉得我蠢蠢地嘅，成日都俾人呃噶，但我又好积极去做嘢嘅。我在我的性格里面又没有 no 这个字的，我很 positive 的，是很 positive， 但我又不后悔的。即譬如我帮人家做了很大件事，那些人不说你好不得止，还要说你衰，说你什么，说你什么都好，我又发一阵脾气，我就不提了。即我知道自己是做到事的，我能够做到一个由零开始做到整个事。那么有很多时候人去领工食，我又不喜欢领工的。在我的字典里面，我做过这件事，抹了它就算了。其实呢，很多人比如说我呢，就是不喜欢入厨房的人，我就觉得哇，一要我入厨房我就很大压力。但有些人呢，哇，很enjoy的。那你觉得你煮嘢食的那个幸福的源泉在哪里呢？你因为我家人多，如果我可以整到啲嘢食咧，令到屋企人个个都吃，即系你一摆碟送出咧，嚓食晒咁咧，嗰啲你嗰种喜悦啊，你嗰种开心咧，你点样谂方法去煮俾佢食都好啦，你嗰种满足感系成就感，个成功感系好难讲噶。嗱，我嚟之前，我个仔响英国翻嚟，咁佢话要食烧肉喎，咁我起身到而家，我要嚟，我有几多时间啫？咁我都可以諗到辦法喺屋企一個鐘頭零五分鐘，我整咗嚿燒肉俾佢食，然後佢話好食嘅，啲皮脆嘅咁，佢正，哇 good 咁樣。我老公就正喎，咁即係呢兩句説話，就係乜嘢都已經牙都未刷，走去試怎樣醃肉肉點樣啫，即係你會好滿足嘅咯，嗰個感覺。肥媽咧唔單止唱歌叻啦，主持叻啦，咁啊其實咧你啊投資我聽講都好叻嘅喎。係啊，我最中意買樓嘅就係啊，我聽講係好多地方啊，香港啊、馬來西亞啊、英國都有樓喎，可唔可以分享下呢方面嘅心得咧？因為我哋好細個咧，住嗰啲屋咧就係一半升鐵嘅，一半啊木板嘅，一半啊膠布嘅。嗰陣時成日漏水嘅，咁嗰陣時我阿媽已經同我講噶啦，佢話女，呢個世界我哋唔需要有錢嘅。有食冇食，最紧要有瓦遮头。食块面包皮，我哋以前买面包食嚟食嘅啫嘛。食块面包皮都饱嘅。食米又饱嘅。食乜都饱嘅。最紧要你系有瓦遮头，可以遮风挡雨。咁我哋好细个就已经系谂呢样嘢噶啦。所以你一有钱就去投资。系啊，我以前香港好啲嘅，以前咧就10% 嘅，但系当然佢利息高啦，就俾10% 买楼啊。嗰阵时我就买金丝花园沙田嘅。嗰阵时300几尺，好细用。我记得我哋全家人，因为我六个仔女，我两公婆瞓咗落个地喺度，去厕所都系姐姐。姐咁樣嘅，但係起碼我哋唔漏水啊嘛。頭先我講啦，無論講飲食啊、煮嘢食啊，或者投資物業，一切都係為咗屋企人。咁我知道你同先生咧，其實都叫做同甘共苦啦。咁多年，廿幾年啦，係咪？廿幾年啦，廿幾年咯，其實係一路咁啊。好似聽講之前都爭啲有空難啦。咁你之前又病過啦，依家又先生又 cancer 啦。咁但係好彩你照顧得好啦，兩下即刻到，兩下即刻到。咁其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？跟先生这么多年的相处之道。我又说回我第一段婚姻，我第一段婚姻我就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就什么都自己理了。我先生就
既然你理我不理咯，佢又唔翻工，又唔賺錢，又唔嘢，仲我自己做曬嘅。咁啊，仲有佢嗰對鞋咧，我臨瞓覺都幫佢擦定對鞋啊，問定佢誒條圍巾帶邊條啊，邊條呔啊。講完之後咧，我就夜晚半夜三更燙曬先走去瞓。咁啊，朝頭早早餐咧，我又係好霸道嘅，我又中意咧有啲唔同。譬如今日油炸鬼白粥炒面咁啊，聽日咧我就toast 啊 coffee 啊，或者 bacon and egg 啊咁。後日咧我又唔知咩咩。到我哋離婚嗰陣時咧，當然佢有第二個肯聽佢講唔緊要啦。呢個我都係唔啱，因為我成日拍戲啊，成日。佢竟然同個律師講咩咧？我係醒咗嘅。你知唔知佢幾霸道啊？你著邊件衫啊？著邊對襪啊？第日佢都要管嘅咁啊！早講啊！我唔使做咁多嘢啊，係咪？嗱，呢個就係大家唔溝通。我成日以為我係最好嘅老婆，喂，我又拍戲又唱歌又嘢，我都同你自己燙燙好曬，執好曬啲嘢俾你。原來佢唔係嗰樣嘢，我每朝淨係要一杯咖啡，但係你俾咗佢好多杯茶或者係其他，係啦，唔係俾得太多，咁就唔緊要啦。咁我諗住唉，唔好婚姻仲好啦。咁我就第一件事同佢講，我要立曬六個仔女。然後那些東西都給你了，我由零開始，最重要是我的子女而已。之後就沒有說結婚的，想著哎呀走得了，好世界了，還結什麼鬼的婚大包好世界就那就卡了成十幾年撞到我老公，我老公又是二婚的我兩個情形差不多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人惺惺相惜，不是他人是看著呢是攝石咁嘅，唔知點解嘅。因為佢就好中意你朝頭早幫佢整好多樣嘢，佢而唔係淨係中意嗰杯咖啡，佢好中意佢著咩衫、戴咩呔都係你幫佢揀定。呢樣嘢就係而家咪大鑊咯，係啦。老婆，我條底褲咧，老婆我條褲咧，老婆我點啊？老婆，老婆呢樣咧，老婆嗰樣咯，冇咗老婆唔掂噶啦。唔係即係知道咗啦，女人咧唔好做男人嘅嘢。嗱，呢樣嘢我好想教大家。我哋女人要做翻女人嘅嘢。我以前咧，我就連廁所板啦、換燈泡啦、填紅毛泥啦、換水喉啦，都我自己做嘅。呢樣嘢唔係自己做嘅，係我哋叫啲老公做咧。有時兩個禮拜佢都唔做噶啦，唔緊要，真係要佢做。我哋做曬所有嘢咧，變咗你已經對佢嗱，好似我哋夜晚去做嘢啊，成啊，佢哋話揸車嚟接我，唔使啦，我自己嚟得啦咁。千祈唔好制約，一定要，一定要佢接啊。原來你已經因為男人天生係中意保護女人嘅。你條友都唔使保護嘅，你條友都唔知有冇搞錯，你仲得仲叻過我，你整啲廁所板好過我。不得的，原來因為嘅水瓶座其實就很獨立自主，我太獨立了，所以呢一次嘅結婚咧，我不會的。譬如我要整電燈咧，我就同揸住個電燈同我老公講：老公，你教我，你教我點整啊？你話啦，你話得噶啦，你話得噶啦，嘿，整咩你咁，佢攬都咪整咯。所以係我冇嗌佢整，你唔好嗌佢整啊！以後我而家唔嗌人做嘢嘅，嚇張凳點移嘅咧，咁去移咯。你告訴我就可以了，你不用理的，你說吧，那他就移了。即是你要做一個弱者咯，不要太強，你要給一個男人，不是，他沒有男人的尊嚴呢，automatically 那些小孩不尊重他的，我以前的老公就是，那些小孩直接他說什麼，走開吧，媽咪啊，這樣的，因為他不做嘛，他又不上班，又不做事，變成他就沒有了個尊嚴咯，反而他跟我的工人就很適合咯。即我自己有份造成的嗱，後屘我真的要認，我自己有份造成的，所以呢一段婚姻咧，我哋就好恩愛，我哋乜嘢都講嘅，即大家共甘苦啦，共患難啦。有冇諗過退休嘅啫？我飲過噶啦，但係咧退咗幾個月咧，個人身痕啊，你明唔明啊？我點解會搞咗個 Facebook 出嚟啫？就係因為個 pandemic 咩都做唔到啦，但係好悶啊！屋企行上行落，行上行落，每日煮五次飯，都係玩下 Facebook 啦，教下人煮飯啦，教下教下，不如同步煮啦。嗱，我一早話俾你聽買咩，你又買咩，我哋一齊煮，就算好難煮嘅嘢，原來咁簡單就可以做，即係呢個係我個滿足感。但做一做做又好好喎，好開心。我想問下你咧，如果俾你揀，如果我哋講有部時光機俾你翻翻去過去，你想最想翻翻去邊一段時間？然後你最想改變啲乜嘢？傻啦，咁辛苦捱到今時今日，翻翻去打死唔翻啦！哇，翻翻去邊個知道好定唔好啊？冇啦，而家幾好啊！
最難的都過曬，無啦啦翻手嘅，冇嘢玩咩？呢個就係真係非常之可愛嘅肥媽，好坦率啦，好率直啦。其實內心咧就好似頭先佢揀過啦，豬一樣，好透明，好純正，但係咧重情重義。咁啊，好多謝肥媽今日接受我的訪問。你仲係講我聽我星座，你又話今日講星座嘅。得噶啦，我講過星座。我哋節目之後，我哋慢慢研究。你記得話俾我聽。多謝肥媽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，再見。多謝